哎呦，哎呦，又继续做梦啦！我的天啊，这怎么办？哎，赶快存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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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是吧？拜托啦，我要存档啦！刚刚那一长串，赶快存档，赶快存档！对对对对对对，存档安全！完蛋了，完蛋了，怎么办？我们要往右，往下。怎么感觉好像不太对劲？回来了，对啊，吓死人了，完蛋了，又要被追了。再见，死于心脏麻痹。你以为你是 Death Note 哦，死亡笔记本哦，心脏麻痹耶。哎呦，死亡的感觉很可怕的，被切成肉末。哎，各位子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如果死亡可以选择心脏麻痹跟切成肉末，你要选哪一个？我觉得都不是很好，可是心脏麻痹感觉比较快乐一点吧，至少你是没有痛苦的死，这样就啊，然后就这样 bianchi。切成肉末，你要被啪啪啪啪啪啪，然后你才慢慢死掉。哎，我们需要调查吗？还是不要啊？我们觉得好怪哦。是嘟嘟人，嘟嘟人的他妈狗在我手上，不要弄，不要不要！啊！快快快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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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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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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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等一下 ，QQ 的插进人王是怎么回事？这个，哎，没问题吗？这个？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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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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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人要来了！快快快快快走起走起走起走走走走走！那嘟嘟人很恶心哦，你看那个嘟嘟在那边嘟，快走，快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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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人很恶心，完了来了，完了我要死了，完了，呜！哇！吓一跳！哇！哇！可以杀怪就是好游戏，终于杀死一个怪物了！哦，真是万幸啊！赶快存个档。哎，怎么了？完了！我是杀人魔！完了！哇哇！我被当成杀人魔了，完了，怎么办？哎，他一直杀我，我这是出于本身的自我防卫去把他推下去，这是很合理的吧？都要推下车了。哎，讲一下，如果今天有个人要攻击你，然后呢，哎，就像刚刚那个情境，你把他推下去，对不对？这也是很合理的啊，我觉得这。不构成，对不对？不构成杀人的那个哦，你是出于本身的防卫，对不对？这情况下你也别无选择嘛，所以，哎，对不对？不是我的问题，好不好？不是我的问题，可以的。我们没事，我们只是对不对？哎，基于自我防卫这样，哎，可怕！我要去医院。哦，所以他被强制送医了，对不对？哎呦，我又一个人来了。每次我就开门声很大声，吓死人！哎呦，吓死人！对啊，哎，自我防卫有没有？哎，宁可自己防卫，也不要给嘟嘟人嘟，对不对？哎，来来来，不对劲的事。细琐琐碎细节，他曾说过睡不着，一次又一次的做噩梦，无防备被敌人袭击的危险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在这边，然后三个大男生，对不对？这个情况比做噩梦还要危险，这个情况比做噩梦还要危险。呼吁各位子民啊，对不对？人有时候比鬼还要可怕。哎，
哎，在被袭击哦！哎，睡梦中被袭击哦！哎哎，哇，嗯，对，所以他们要去梦中救他吗？还是不行？应该不是什么全面启动吧？要去梦里面救人，有没有那么先进的科技呀、啊？又不是拍电影，应该没事了吧？好啦，没事啦，我们先存个档。又怎么啦？又怎么啦？车子停下来是不是？到站了是不是？跳轨事件，列车紧急停止。OK，OK，okay. Okay. 我们存个档。这可以出去吗？哎，可以出去哎。好哦。好哦，好哦，可以走哦。哦，很恐怖哎，这地方怎么都没有人，怎么都没有人。哎，这列车也太长了吧，太长了吧！等一下，让我存个档。等一下，哇，这要走去哪里？三途川？这边是什么？地狱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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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魔界。哎，我们不回地狱，好不好？不回地狱的。三个男人打酱油很可怕，真的吗？不是打盲型玩家吗？哎，我们如果一直往右走会怎样？是不是就不会停止了？我想试试看，如果说我们不去地狱，谁入地狱，对不对？哎，我们不入地狱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啊？会走到底吗？好像不会走到底哦，要不然我们回头看看，还是我们没办法回头了？哎呀，这游戏怎么安静？我觉得好可怕哦，不行，我要回头了啦！我觉得，哎，哼。哎，真的是鬼打墙哎！所以那个右边的地图是，右边地图是不能走，是不是？右边地图你一直走，一直走是没有尽头的，你走到底还是一样是就是这样子。可是你一回头，你就会看到地狱。OK，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要存档，然后我们回地狱，好不好？我们去地狱，走。啊，可怕哦！马上可以回来，我吓到，我怎么门关起来啦？哎、欸、哎、欸，我才刚讲完可以回来这件事情，我就被关起来啦。这游戏是这样子玩的吗？我吓到吃手手，吓死！哎、欸，这什么地方？被杀或自杀，自己选择。那我可以选择杀人吗？我有刀，我有枪，我就想要，哎，睡个觉，不能睡觉，不能在梦里面睡觉吗？对不对？太累了，休息一下的。这是什么地方啊？地狱怎么长这样？这是监狱吧？这道十字架是赞扬撒旦的意思吗？嗯？哎，这可以走，哎，这可以走。都可以走，我们要站在中央，然后呢，大喊一声“撒旦万岁”，没有反应。看这什么地方啦？什么电路板？什么监狱啦？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地狱。我跟你说，地狱不是长这样，地狱不是长这样的，这是监狱。但我是哎，玩过游戏太少，就是想骗我。我们四处看一下，这监狱啦，对啊，倒过来十字架，就是，哎，赞扬撒旦，进不去。哎呦！不要啦，不要啦，啊，不就还好我有存档。
聪明如我，躲进柜子里就不会被发现了，看到没有？专业。好啦，所以我们要先存个档。好，没事啊，安全了。他应该不会在外面蹲点吧？不会。好，这游戏的那个怪没那么鸡掰，可以的。好啦，没事啦，我们自己人的，大喊一声嘟嘟人，自己人，他就不来嘟我。世界禁止了，对啊。我们调查一下照片。是不是刚刚那个撒旦的那个撒旦教的那个十字架吗？这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一个血迹在那个上面啊？好，我们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去看一下。走，我们去看一下。嘟嘟人应该不会再来了吧？那臭嘟嘟人，我都已经拿走他的 King 他妈，他想怎样啊？走，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十字架底下。这边，这里。哦呦，哇，哇！干什么啦？道路打开你就打开，你不要砰一声好不好？吓死人哦，妈妈乐嘞，我吓到，宝贝。所以呢，道路哪里被开了？快点，哪里有道路？理我一下，我叫砰起，吓到吃别人手手。干，玩这游戏玩到热乎乎，吓死人。这边有道路吗？没有啊，那哪里的道路打开了？理我一下啊，我能理解到哪里的道路打开了吗？这里吗？这里吗？怎么不是？刚砰的一声到底是什么啊？我现在很怕啊，打不开。哪里的道路打开啦？攻略写的不清不楚的、啊，是不是这里啊？不是啊，啊这游戏怎么都难玩啊，吓死人的，被道路声砰一声吓到，气死了，是不是这里啊？是这里啊？哎呦，哎，刀子怎么沾血啦？这是，我已经去了哦，美琴也一起来吧，尤佳，我不会被骗。OK， 我不会被骗的。哎呀，道路在哪里啊？真是讨厌呢。这里吗？哦，这里。哦。什么？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什么？我们人生的十字路口，你曾经徘徊迷惘过吗？我很迷惘啊，这个游戏。游戏让我很迷惘的恶魔词典。靠背啊！差点被杀掉！要被杀掉了！要被杀掉！靠背啊！吓到吃别人手手！靠背啊！靠背啊！吓到吃别人手手啦！快点，躲起来！嗯，没事啊，自己人哦，嘟嘟人走开，恶心嘟嘟人！啊，我手被抓到了，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靠背哦！啊，走开啦，不要追啦，自己人呐！范林老师，自己人。啊，没事啊，躲两次才会，这要躲两次，这个嘟嘟人比较聪明哎，我的天哪，哇，吓到吃别人手手，哇，我刚才被吓一跳，这样不行，这样 jump scare 的，这游戏是这样子玩的吗？哦，吓死人了。
好啦，安全了，赶快存个档。这什么？洞里面只有黑暗。啊，真的是。哎呀，毛骨悚然的书。嗯，哦，所以他说这个怪物是游戏中看过，所以这个世界是他创造出来的吗？仓库翻吗？这边一定有什么？这边有什么吧？这边有什么吧？这边一定有什么的吧？我可能调查半天都没有东西。哎、欸，有东西，有东西，红色的书，恶魔的书是不是 ？Sakeluga 可以叫出。异界的钥匙哦，所以我们真的是通往异世界，是不是？我们存个档，异世界的钥匙管理室，我们去管理室看看吗？感觉很不对啊。哦，所以我们要去，哦，这边还有个房间，我们要去异世界了，子民们做好了吗？哎、欸，这什么？找踢到铁板了！哎、欸，踢到铁板了，什么都没有。奈，铁板能干嘛？立足点，立足点要干嘛？你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立足点吗？好啦，我们再调查一下，没有了。哎呦，哎、欸，这可以过，我们先存个。我前面看到游戏王的那个眼睛哦，抽牌吧，游击 boy， 游击 boy， 按了也没反应了，哇，我是不是按到什么了？游击 boy 的眼睛被我戳瞎了，我刚打开了什么开关？真糟糕，我要回到那个。嗯，另一条道路，这边没办法过啊，没办法过。哇，异世界，这边也不能过啊，所以我们只有右边能过，对不对？那我们要回，啊，我想一下哦。我们是不是刚刚还有地方没办法过啊？我回去看看。啊，我知道了，这里对不对？这里，一定是这里，一定是这里，这里。踢到铁板，哎、欸，是不是聪明如我？来，我被那音效吓到。所以呢，我们要。不能用在这里。哎、欸，嗯，啊，我们不是放上去了吗？嗯，我们刚有使用到什么东西吗？哎、欸，这边有房间。东西这边有按钮，按一下，不管我乱按一通，我有按钮我就乱按，什么都没有啊，可以躲这个。等一下如果有追逐战，我们可以躲在这个地方。哎呦，我们四处看一下，然后先存个档。我好紧张哦，哎，这边有，哎，妖修，怎么突然跳出来？妖修。要修！哦，人家是嘟嘟人，有个恶心，泰戈米亚啦，偷嘟嘟人的 King 他们都被我偷走，他还想怎样？没事啊，自己啦。机车烂嘟嘟人，走，好啦，我们安全。真的，他卡住了，他刚整个人在那边卡住，超白痴。我来看一下，
好像有什么染血的笔记4735 OK 我们的密码黄色的容器我们来按这个OK 我们安全了我们现在安全了吧我们要啊天哪我觉得我想一下这边是不是要用钥匙打开我们要前往异世界了哦对了对了这个对了打开了哎异世界长这样哦这什么各样的情报哎呦哎这是真的是地狱哦有各种情报哦屁啦你跟我说这地多少2473不错了忘记了4735差很多啊4735啊4735差很多的啊4735 OK 有了哦到底哪里打开了可能脑袋打开了吧显示些什么勒啊我们等等过吗0204那是色情电话吧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哦哎呦怎么是一堆死人骨头啊西兰骨头冥界的钥匙哎我们要去冥界了我的天哪真的是啊冥界的钥匙嘞然后我们先试试看一下刚刚我们是从外面进来的嘛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嘛我们先存个档随时存档才是聪明人该做这个不是刚刚的那个地方吗对耶打开了所以说哦嗯小通路了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什么这是像很可疑呢不能在这里很可疑哦可以哦我们先试着走看看可疑的路我们到冥界了我们越过三途川刚刚我们经过的是三途川哦我们现在到达冥界这是什么骸骨看好恶心哦冥界怎么那么高科技啊这个世界的冥界也太高科技了吧传送系统我不知道我们先试图看一下没反应这个冥界很高科技哦我们试图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这是什么传送阵我知道魔界的人都会用我知道了是这个传送阵啦所以我们要随时传回来的时候可以走这个地方我吓到吃手手吓死人等一下如果有追逐战我们可以走那个传送门对不对到底了吗我们先试试看一下这边需要打怪什么的
应该不需要吧？这应该没有怪、欸。干，等一下，这个音乐是怎样啦？干，出现了是怎样？出现了是怎样啦？靠背哦，再见了，再见了，世界。那么玛利亚，妈妈利吉巴巴，不行不行，传送，我被骗了。再见，再见。这个房间不对的，走错房间啦！那、啊、不就还好，我随时存档，要求贵哦。啊，没事，我们不要去触发剧情，好不好？我们我们不要作死，我们不要走右边，右边感觉会触发剧情。OK， 我们用冥界钥匙打开门，嗯、欸，安全，安全，安全。哦，吓死人！啊，这什么？这什么？请选择什么呀、啊？选择什么啦？要选择什么啦？要选择什么啊？请选择，没有哦，有电锯啊，可以选的，选武器是不是？哎，电锯、柴刀、铁锤，哎，鹤嘴锄、电钻、锯子，当然是选电锯啊！我要选这个。不能选是不是？不能选，不能选。哎、欸，我想选电锯啦，我们这样都可以跟嘟嘟人当好朋友了。我们不能打嘟嘟人吗？这游戏不是应该要给我们个打怪练功之类的、啊？左手、头、身体，这什么肢解是不是？左脚、头、右手。左脚，我先不管，不能选电锯哦。我不够靠北。哦，拿到什么了？急忙写下的笔记。7236哦，7236，看来是这个东西了。这边是什么？万分抱歉，至今为止都怀着杀意对待您，可以的话请享用。哈，杀人魔还会请我吃东西，这一定有问题啊，这一定有毒，对不对？这一定是有毒的，吃了会死，对不对？这一定是会死的。哎，这有这么多枪械，我怎么不能拿一把球棒、铁锹、铁管？哎，这是日本刀啊，卡塔奈，我想要。哎，卡塔奈，我。这傻瓜才不拿，他这主角是不是傻瓜啊？是傻瓜吧，肯定是的。然后嘞，我们要去急忙写下的笔记多少？ 7236， OK， 我们等下去输入那个7236。7236对不对？对对对。哎、欸，有了有了，7236。哎哎哎，哎、欸，7236 ，OK， 答对了。哦，我可以传送。哪一个啊？杀戮场、处刑场、仪式室、避难所。杀戮跟处刑感觉会死齐耶、欸，这两个感觉很危险。我选避难。好啦，安全了，应该吧？
哎、欸，没反应啊！啊，传送点应该是右边的，对不对？我们先存个档。那是这里哦。哎、欸，哎、欸，那、啊、存个档。走错路哦。哎、欸，是啊。我不要踩，我要按这个，对不对？我要按，对不对？不管了，我要按了。然后嘞，哦，这边有传送阵，这是什么啊？这传来传去的，蓝蓝的，对啊。哎呀，完了，完了，呜、哦，要死了是不是？啊，我的天哪！无论到哪里都会追上来吗？再见了，嘟嘟人，不要！这边有眼睛，有眼睛，有眼睛，按按按，没有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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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靠背哦，出去，出去，出去！眼睛，眼睛，眼睛！哎哎，卡住了，卡住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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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出去！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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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怎么都没有反应啊！被杀了，被杀了，被杀了，被杀了！被杀了！他被杀了！他被眼睛眼睛救我！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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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眼睛眼睛！这是一定是这个，一定是安全了，应该吧？哇啊我啊我要怎么过关？完了！哎呦！哦，可以这样子玩啊！哦，摔死了，安全了。不知道哎、欸，得救了吗？眼睛救了我哎、欸，眼睛救了我，我以为，哎、欸，怎么又回来啦？我先存个档，我先存个档，我好不容易打赢了，快快快快快，存档存档存档存。眼睛刚救了我，我不能辜负他的期。嗯，绞肉不要绞肉，不要不要，我现在不吃绞肉，不吃绞肉，不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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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抵抗，一旦发现他，请打死他。我要打死绞肉啊！赶快存档啊！不吃啊！不要吃绞肉，肉啊肉啊！你要死了吗？这怎么机车啊？死的人是你。哎呦，哎呦，哦，啊，怎么了？问号，发生什么事了？哎，醒来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吧？应该是真的，应该是真的。OK， 应该是回到现实了。大家，哦呵呵呵，好痛苦啊！哦，时间消失了。OK， 所以他到底是为什么被抓到那个车厢去啊？莫名其妙，圆梦的一种。就是不停的在做噩梦，然后醒不来，被嘟嘟人抓走。对啊，第三章结束了，我们来拼第四章了。我们存个档。